咁咧，我哋就會有一個球迷區啦。咁咧，我哋會有兩個主要嘅球迷區㗎，一個位於市政府大樓，另一個咧就係大教堂廣場呢度啦。咁到時咧，兩個球迷區咧就會有巨型電視俾球迷睇波㗎啦。唔知同時間打兩場波嘅時候，兩個地方會唔會播唔同波咧？啲球迷又使唔使兩邊走咧？ 都係NOW TV嘅觀眾幸福啲，因為我哋有互動分隔功能，咁就可以一個電視兩場波一齊睇啦！大家只要到 NOW Sports 個頻道撳温馨掣，就可以使用互動足球功能，記得試下啦！NOW 互動教室，首先考下各位同學點可以足不出户學打高球，一齊跟我做啦！大家撳 On Demand 掣，揀 NOW 自選服務。 喺体育一项拣 Now 独家提供嘅高球好玩教室 Golf Select。想学打波就拣 Instructional。呢个高球教室设有各种打法示范、大师级示范同埋高球器材介绍。见你打得咁好，系时候知多啲高球娱乐资讯啦。翻去 Golf Select 首页 ，World Golf Travel 带你睇晒全球最靓嘅球场。 而 Golf Magazine 就送俾你各类高球娱乐资讯，睇片嗰阵仲可以暂停、快进或者斗回添。只要系682、683台嘅订户就可以免费享用噶啦，拜拜。 继续咧翻你时事全方位嘅时间啦，即系做诶体育嘅啊参与体育嘅人士啦，又或者咧就系足球员咧，其实嗰个生命咧，即系嗰个诶职业嘅生命咧，其实都唔系好长。咁究竟系陈旭志啦，廿几岁啦，而家佢呢个足球嘅梦想啊，继续可以你觉得自己可以追寻到几时咧？咁样即系嗱，你而家24岁啫，咁但系你谂住点啊？嗱，我记得你早前咧。 訪問嘅時候咧，即係有問過你喎，你話你不完業之後咧，俾自己2年時間，發呢個足球夢，過咗啦喎，呢2年點咧？會自己會繼續參與啦，咁延長個夢想，延長佢啦，因為2年時間就其實做唔到啲咩嘅，但係達到咗啲初步目標喎，相信係嘛？隊長喎，係嘛？至少二打六嚟嘅喎，球隊未降班先啦，咁跟住仲好成績入到一啲決賽啊，同埋攞季軍咁樣。 咁都達到我哋嘅目標，咁即係自己都可以繼續，即係係咪可以做再做好啲，再做多啲嘢咧？咁樣咯。嗱，因為一般嘅足球員都可能到卅幾歲喎，可以。你覺得呢十幾年喺你面前嘅話，你仲會點發展咧？係嘛？再創高峰喎，仲會係咪會唔會咧？繼續幫球隊攞錦標啦，喺甲組賽事，因為都仲未攞到嘅，就一個錦標都未攞到嘅。咁希望可以攞到錦標之餘，自己嘅即係個人嘅事業會唔會？ 可以再好啲咧，譬如入港隊啊，嗰啲之類參加呢個好重要，係咯。咁其實每一個香港球員都希望自己可以入到港隊，咁呢個係一個肯定咯，對自己。嗯，嚇。咁但係而家我想問下，即係陳旭志啦，嗱，即係你就全職足球員啦嚇，咁你個生計係點樣啦？可唔可以都介唔介意同我哋一齊分享下都？嗯，美國一萬咯，美國一萬咯，係咯。但係。 每場有啲賽事重要嘅都攞到少少獎額或獎金嘅係嘛？係啦，如果咁我哋贏到都球會都會發放啲獎金，即係令到我哋嘅薪金會高一啲咯。係係係。即係金錢上方面，而家你暫時都可以即係覺得都滿足嘅。滿足到啊！滿足到賺係啦。咁跟住將來咁點算咧？即係你會唔會話係啦？咁啊，可能自己嗰個球隊啦打出去成績又好啦，咁啊自己嘅名氣又會大啲嘅時候，有冇諗過可能啊轉會咧？轉會呢啲問題咁。 即係有人想識，當然係好啦。咁但係多數都要睇翻個即係薪酬方面係點樣安排啦。咁如果即係有個球會俾到差唔多價錢我嘅，咁我做咩要離開即係自己即係個舞會咁要去？冇錯。因為我唔清楚對面嘅狀況係點，可能好多好嘅球員咧，我去到淨係可以坐咧。 嗯，咁呢個都要好多考慮因素咯，除咗薪金之外，咁其他嘢係咯。一個假設啲嘅問題，中國而家就足球運動都好犀利，而且係職業化添，係嘛？嚇，對你係咪吸引嚟㗎？對我其實我就冇乜點諗過離開香港去其他地方發展啦。咁有個好處嘅，咁中國始終佢哋係職業化嘅球隊啦。咁香港話就話職業，但係其實好多嘢都。 做唔到嘅，譬如球會有自己球場啊，有自己好多嘅設施啊，咁香港其實係做唔到嘅。
你往往冇咁大嘅贊助商。如果你足國即係中國國內啲好大，即係如果你喺中國踢波，可能真係享受到一個作為一個職業足球員有嘅即係遭遇啊！即係喺香港做唔到嘅，香港咧就冇自己球場，冇自己即係大部分冇自己宿舍，要即係自己出去練波啊咁樣咯。啲條件好好多啊，同埋仲有榮譽嚟㗎，肯定係嘛？係咯，即係咧就係除司財就係除咗好似阿陳生頭先所講嘅嗰幾樣嘢之外咧，其實即係嗱點解我哋香港喺體育方面發展得即係唔係太理想咧？就係可能政府方面咧冇好多嘅支持咧，同埋配合咧。諗下外國好多地方啦，哇！我哋真係如果做啲嘅體育。體育運動員咧，佢哋有好多嘅支持，起碼錢方面可以解決到，生活已經可以解決到冇問題，佢可以專心咁去發展佢嘅足球或者係體育嘅事業。但香港冇喎。香港其實即係好多嘢都配合唔到嘅，譬如球場係一個例子啦。係啊。咁其他球會可能有好多個球場嘅，咁球員除咗正式嘅即係有教練帶嘅訓練，佢之後可以做一啲自己功能訓練啦。但香港一定唔得咯，香港得個半鐘嘅時間俾你去用嘅啫。咁用完咧，啲人就會趕你走，你根本冇可能自己再做一啲功能訓練咯。其實呢方面其實一路改善緊嘅，係咪？政府嘅條件都過往比過往越嚟越好咯。仲有冇得再進一步提升，會使到覺得滿意啲咧？其實政府都做得非常之好，就係、是以我哋為例啦。咁我哋地區球隊咁希望有個主場做一個主場賽事啦。咁上年就好唔好彩啦，咁配合唔到。但係政府而家都正進行一啲改善啊，令到個球場下年可以做一啲甲組賽事咯。係，你自己就好肯定咁去追求你嘅足球夢想啦，嚇，即係好專心咁去繼續踢波啦。其他你嗰啲同伴咧，同你一齊踢波嗰啲人咧，佢哋嘅心態係點樣啊？佢哋心態同我都一樣嘅，即係都會去追尋呢個足球夢啦。咁其實捱唔住嗰啲都走咗㗎啦，其實係咯。咁即係而家留翻嗰班嘅都係會好專心專意咁去。付出在足球事業裏面咯。我又想問多一樣啦，即係你係起碼你係一個大學生嚟㗎，係嘛？你覺唔覺得嗰、那個即係經歷咗呢個高等教育啊，對你嗰、那個作為一個足球員嘅心智都有一啲好大嘅幫助喺度㗎？一定有啦。咁其實足球除咗話體力啊、技術之外，咁嗰個判斷都好重要啦。咁點樣去合理咁樣判斷，有理性咁樣去判斷點樣做咧？咁其實呢個都對我有幫助。咁同埋溝通嗰方面啦，咁我都可以同其他外國球員溝通啊。咁呢個都幫到我嘅。係，咁你點樣可以係啦？喺個球隊裏邊引入更多啲精英加入你哋嗰個球隊，發揮嗰個效力，真係可以令到和富大埔做得更加好咧？其實想吸引多啲球員，最緊要係有資源咯。即係如果有多啲好大嘅贊助商啊，即係支持到我哋球隊，咁我哋不妨。